这边绿色的先放出来是吧？ 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平先生和陈升华先生。陈升华先生参加过九届世锦赛，是六届亚洲冠军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接下来是球员介绍。首先是红队，来自猫眼电影，二号球员是马甲，来自马来西亚。 三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Andrew Merrifield， 四号是来自新加坡的胡泰中，五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Jeff Boss， 六号是来自新加坡的刘伟正，七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pper Vermeulen， 九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mma。 10号是来自荷兰的队长 JD。绿色的上汽大东队，一号球员是来自纽西兰的 Cole Harkim。3号是来自德国的 Scott Lister。4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Ben Starr。5号是来自日本的 Roda。
六号是来自日本的伊库达，七号是来自巴西的 Romeo Roberto， 八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宋振林，十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Haika。进攻非常有耐性。好，好球。Score list。Thank you.
大约40秒的进攻时间。 叫了暂停。
现在两支队伍在进行一个战术的讨论。哦，时间到了。现在剩下最后的1分44秒。唤醒你能量，卡拉宝，唤醒你能。特点是，能够在操场主体的
岁，168-69公斤，是两届的世锦赛射手王，2012年 U21的射手王，曾经射过28颗球，2016年的射手王进过32颗球。Come on!
因此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、救生衣，并遵守严格。
直接球要在犯规地点发，而且不能阻挡他。现在裁判判了一个 penalty， 就是一个罚球。由五号的六打主罚。现在的比分是6-4，上汽大通领先。又一个失误，这一粒终于进球了，是这一粒进球。上次大东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。比赛非常的紧张，追到了6-5。现场的比分现在是6-5，还是上次大东队领先。跑掉了，哎，太可惜了，感觉上汽大通，上汽大通都没有好好把握这次快攻的机会。对啊，应该是茂远天宇队的压迫非常的成功。哦，有抄到了一颗球了，有机会来一个反快攻得分哦。现场比分现在是7-5，上汽大通队领先。
现场裁判叫了暂停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有犯人的犯规？应该由上汽大众喊的暂停。对对，上汽大众叫了一次暂停。现在比赛剩下1分06秒，应该上汽大众这时候喊暂停是非常的正确。对对对，他应该要讨论怎么样放慢节奏。因为他目前先2分，他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他应该好好的来加强这一点。只要他能够掌握节奏的话，那他应该会胜出。这样反正冒险电影队应该没有什么选择了，他们就只有一种进攻的方式。这个应该就是强攻了，然后强攻完，然后再采用人丁的战术来去做积极的抢分，来追平这场比数。对，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办法追平或者是胜出。不过这难度应该是非常的大。非常大，还剩下1分钟，但是球是远的，到最后一刻一秒，我还是不能太早下打断。对对对，比赛永远存在着变数。这是一个失误吗？原来是发球失误。对，这现在剩下30秒，不要急，又打，好球！对，再次再进去又接到射进了一个球，对啊，应该射入了大概4到5颗球了，那这一球也几乎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之水了，进了。包围阵对，刘伟镇，新加坡的主场，又飞了两分。比赛剩下最后的15秒钟，对，这场比赛应该大势已定。比赛结束了，比分是8-6，由上汽大众队胜出。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，下一场比赛3:30正式开始，大家继续关注。是由我们橙色的平安银行对黄色卡拉宝。
一号银行队伍中有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现役国家队的 Jay Burgess， 他是今年30岁，1米80，87公斤，有14年的打球经验，在纽西兰开始打球。2014年呢是世锦赛国家队成员。还有一位来自法国的 Jeremy， 今年34岁，参加过2届世锦赛，其中2014年获得世锦赛冠军，也是本赛会目前为止最佳射手，和中华台北的张绍勇并列为最佳射手。黄色卡拉堡队的有一位来自法国的本加明，今年1米78，身高1米78，体重76。以及来自中华台北的陈宗伟，他是队长，现在在美国念书，敬请期待。